而受苦，为真理而献身，为真理而忍受屈辱，为真理而忍受屈辱，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，这是你该做到的，这是你该做到的。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而丢掉真理，别因为一时的享受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，你一生的人格。善的事物，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，这样庸俗的活着，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，这不还是虚度吗？你能得着什么呢？你应当为一个真理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，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而丢掉所有的真理，这样的人没有人格，没有尊严，没有人格，没有尊严，没有尊严，没有存活的意义，没有存活的意义。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，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而丢掉所有的真理，这样的人没有人格，没有尊严，没有人格，没有尊严。